所以我是老头预备生第二胎。他好不容易瘦下来。没有。哎，女儿现在会说。她叫做什么？画。她叫做什么？很会说啊。就是爸爸妈妈，然后那个爱，她就很会复述。你跟她讲拜托，她就会。没关系，我上。很会做很多的模仿，对，很多的动作。然后就很皮呀，超皮的，什么都要搬，什么都要拿。好奇呀。然后就爬上爬下，就是要盯着，要不然就会互相嫌弃。那你刚刚说他很会用亲亲这一招来堵住你，哇，这一招他超爱打我的，他觉得我欠他。他会不会打爸爸？我抱他，比较起来打我比较多。你知道为什么小孩都有这一段吗？会啊，会一直挥，一直挥，就啪啪啪！我从小我也没被打过什么巴掌。一天在打我五个巴掌，这是容妈妈化身，真的是，而且超狠的，他眼睁睁就，那他就超小天使，然后他一打完我就，然后就过来亲你，对啊，学爸爸的意思，没有也是打不到我，就直接转头去打他爸，直接打他爸，对爸爸吗？就是这一招吗？他会不会黏爸爸？他很会撒娇。跟爸爸撒娇，他爸爸跟他撒娇，干嘛？爸爸一到就亲爸爸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这样子。终于有那种好像会舍不得他快长大的那种感觉。